当你入手了国行版本的 iPhone 后，如果说这几个双卡功能的小技巧还不懂得怎么使用的话，真的就等于白买。那么小杨的话就以这批刚入库的国行13为例哈，挑出一台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台的话是256G 大内存的亮机成色98星，目前的小杨价仅需3499就可以入手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，首先怎么区分上网和打电话的卡呢？首先我们打开设置，找到蜂窝网络，你选择哪张卡上网就选哪个号，打电话也是一样的，返回找到默认语音号码，然后选择一张卡作为电话卡就行了。第二点的话就是打电话怎么换卡，不然我想换一个号码打电话怎么办？首先直接点击顶部这里哈，选择卡一或者卡二就可以无缝切换了。最后一点，怎么标记电话名称，这对于很多商务人士来说的话还是非常有用的。我们找到蜂窝网络这里哈，进到 SIM 卡，然后这里有个蜂窝号码的一个标签，如果这张卡是商务用途的，你就可以选择商务，当然也可以直接自定义标签。那么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哈，现在小杨就立马配配件，马上给你们发货。